今天一个急性的背痛，等会讲到，它是一个单纯 muscle 的一个 spasm， 还是一个 underlying 底子以后 second 的造成 muscle 问题，这也要思考。那如果你没有出去的这个 origin， 你所得到的效果都是无效或是短暂。所以跟大家提醒这件事情 ，acute 痛得很厉害的，两三天、三四天没有开始往下掉的，这种不要不怕。但如果这个疼痛超过2礼拜，就要小心。所以说这就是要跟大家讲。好，那大部分的急性的剧痛的 muscle origin 的这样的一个疼痛，通常都不会超过2周。如果这个疼痛有超过2周，你要思考这件事情是一个 chronic muscle 的问题，还是它有 secondary 的问题，它来自于更下面的 spine， 或者是来自于 disc， 就要提到这件事情。